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洪孟凯，欢迎您收看希望好所在，一梦好所在。我们节目从去年的年初开播以来到现在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哇，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耶。有些时候孟凯都常讲是说，哇，每个礼拜有两位不同的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而透过这样深度的访谈跟这一些来宾面对面零距离的互动哦，其实都会有很大的收获。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电视机关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认为说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可以让您更了解我们地方的大小事情，可以让您更知道精准掌握我们地方的一些点点滴滴的话，都欢迎您这个可以准时的收看我们的频道，我们的节目。而更不要吝啬，就是有时候在脸书上啦，或者说在各方的意见里面，都不要吝啬的帮我们留言分享或是按赞咯。好的，今天呢也是一样为您邀请到很特别的两位来宾。首先呢，第一位来宾呢，刚刚跟他稍微聊一下，还以为是一个这个等一下大家观众朋友看到他一定会觉得是说就像是一个美少女一样啊，但没想到已经是三位孩子的妈，而且哇，这个比较早的一个结婚哦，所以说相对来讲现在都是非常的还是非常的年轻，但更重要是他的专业跟他的热忱，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焦点。这是我们花妈妈烘焙坊的林莲英林兰英林小姐，是不好意思，来你好，是不是跟观众朋友来打声招呼？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是，哎，我们花妈妈的这个乳酪蛋糕，是不是可以先跟观众朋友来分享跟说明一下为什么会叫花妈妈呢？哦，因为我叫阿花，对，然后就生了孩子之后就变花妈。哦，本来你的绰号是花妈阿花，对 ，OK， 但跟林兰英是没有关联。对，因为跟我个性对，哦，个性比较活泼一点，对，就是让大家觉得是说很亲切，很容易靠近，对对，很开朗这样子。是，那本身来讲是做这个烘焙相关的行业吗？为什么会想走入这个部分？我一开始是做广告，然后学的也是，然后出社会的时候是做印刷，然后跟烘焙是完全没有关系。烘焙是因为我生了孩子之后，然后做给小朋友们吃，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带三个孩子，所以其实买东西或者是外出用餐相对的不是很方便，那自己在家里煮会最方便又最安心。对，所以那个时候您是自己带小孩，然后也就是照顾他们的起居这样。对，我当全职的家庭主妇大概七八年左右。是，所以就变成是说，因为前一阵子我们知道是说台湾新闻有很多这种食安问题，会考虑到很多东西，真的吃下去的东西，我们给自己吃的有些时候都还没那么讲究，但是给我们的下一代，给宝宝，给小 baby 吃的一定就是要很讲究，所以您就开始去学习跟看网络上来做这个蛋糕吗？一开始是这样，然后因为我就是个人非常挑食，然后对口味很注重，所以我就是看完食谱之后我会自己改良，然后曾经做这个乳酪蛋糕，我曾经一天烤了十几种配方。对，还好我们家孩子都很爱吃，就是很会吃的大食怪这样，所以就是都有吃完了，然后最后这个就是我觉得很符合我对乳酪蛋糕的样子。对，就你希望乳酪蛋糕的这个口感跟味道，你烤过了十多次，当然可能那是一天就烤十多种，但是陆陆续续的尝试变化跟这个口味配方还是有微调，但是最后就是那十次里面我有找到我想要的口味，就是味道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但是烤法啊，或者是饼干的厚度啊，然后蛋啊什么，就是其实后来还是有改。是，哇，所以其实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难得，也非常的用心哦，就是一个口味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而且重点最难得的是因为你自己喜欢这样的一个口味，那小朋友也爱。对，那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是说，那您说有从这个全职妈妈的身份就七八年，那之后从三年前开始来投入做这样的一个蛋糕业研发，那刚开始的起步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做个分享？一开始是这样，就是因为那时候对
这方面很有兴趣，那就会做很多很多。虽然我们家人都很爱吃，可是毕竟吃不完，然后我就开始送给亲朋好友。当然就是因为那时候脸书很流行，就是最流行的时候，尤其是粉丝团，那就是他们就觉得说你可以卖卖看，然后就开始一颗两颗卖，然后就是大家帮忙啊推荐啊就越来越多，然后最后就是有团购公司啊，就是比较大一点的电商公司跟我们合作，做到最后就是在家里已经没有办法去负担产量，对，然后而且我一开始是为了孩子们嘛，我觉得如果我必须把这个工作影响到家里的环境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本末倒置，那我当初我就决定去开了一间工作室，那这个中间在我贩售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考量到人事成本、店面成本，对这些东西，那我就是也没有任何的计划，就开了一间店这样、对，然后就是做到现在，然后也很辛苦，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以消费者的立场去做这个蛋糕，对，因为我想要吃嘛，所以当我就是经营者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考虑到消费者，我其实我不想要涨价，我希望我的蛋糕就是像我做给小朋友一样，那就是大家就是用不会用很高的价钱就可以买就可以吃，对，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哇，这很难得，因为通常一开一家店通常都会是将本求利啦，或者是说可能就会预想说，尤其是做吃的就会觉得是用最小的成本来换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其实刚刚我们的这个林小姐花妈妈的店长哦，她一讲我就可以嗅出那味道，就说第一你用的，因为给小朋友吃的一定都是最好的食材，然后最好的原料，最好的蛋，最好的牛奶，那会不会这样子因为开店之后反而就要这个成本啊，或者说就要用原料的这部分就要打折，还是要坚持到底？我基本上是有坚持住，然后因为厂商其实有提供我一些比较便宜的原物料，那我都没有去接受，对，包含蛋啊，像我现在的蛋一颗蛋成本大概是7-8块哦，对，其实比一般的那种零散的市售蛋还要贵哦。对，其实譬如说烘焙行，就是也不是说烘焙行啦，就是那种一篮那种，其实就是会比较便宜。是，对。然后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蛋啊，因为最近就是这2-3年蛋的风波很多嘛，然后这只蛋啊，就是都还没有出过问题。哦，其实也算比较幸运啊。对，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做给其他人吃的，可能都是买那种散装蛋。那自己吃比较讲究，就会买洗选蛋；更讲究的可能会买什么营养蛋啊，什么这个有机鸡蛋啊。哦，那可能一颗都是8-10块跑不掉。哦，可是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以消费者的角度来做的这个烘焙的乳酪蛋糕，一个蛋的成本就要8块。对，哇，这个其实是三年中间啊，包含乳酪、奶油。那我们是没有加面粉啦，面粉也涨价，然后运费，然后纸，因为包装嘛，然后材料都是，其实这全部都涨价。对，那我们都没有去做涨价的动作，就是这真的是佛心来的的一家公司哇，真的是很佛系哦。对啊，那你刚刚有提到是说就一开始的时候在家里做嘛，那你会有借用到之前在广告行业的一些专长跟宣传方式来 promo，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一开始可能是从脸书粉丝专页来起步啦，那个时候的经营你自己也投入经营这个粉丝专页吗？是，那时候粉丝专页非常流行一个就是分享按赞送东西抽奖，对，那时候非常流行这个，那我搭到这波热潮，一开始就是这个起来的，那就是让很多人看到，对，然后其实我的回购客还蛮多的，所以我因为怎么讲，就是自己在家里做，然后又是小小的地方，所以其实不会有人相信这个东西是好吃的，或者是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去买外面就是看得到实体店面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就
就只能做广告，嗯哼，然后让大家看到，对，嗯，对，确实，因为乳酪蛋糕当然好吃的很不容易啦，可是说一般外面，正常的咖啡店或者说甚至连锁咖啡店，可能乳酪蛋糕都是基本款，对不对？就是一定是基本就会有这个摆盘，所以你怎么样脱险而出，这个脱胎换骨来脱颖而出哦，这个就是蛮难得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自己那个时候有在做这个脸书的相关的宣传，那一直到说开了这个店面，那开店面之后有让你的人潮更加的踊跃来吗？我开幕当时人非常的多，嗯哼，那后来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很偏僻啊，对，那边是淡大女生宿舍那边，然后我开的时间也比较偏，嗯，我开的时间平日的17到20点，嗯哼，然后所以人潮一直以来都还好，嗯，对，等于是只有开晚上的5点到8点，对，平日，嗯，对，然后就是当天早上现做，嗯，对，那人潮不多，可是我觉得因为我比较偏重在网络嘛，因为我也是网络起家，嗯哼，那因为网络占大部分，所以店面这个东西我就随缘了，嗯，对，如果我要就是非常用大力去把这间店面经营起来，我需要人力，嗯，那也需要广告。其实一开始我在开这间店的时候，我请一位朋友，嗯，然后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嘛，我没有算到我的经营成本，嗯，人事成本，对，那开了一间店之后，一个人的成本加上一间店的成本，然后再加上水电，其实我一年就增加了不止70-80万的支出开销，嗯，对，所以其实我在我们就是算过之后呢，最后我还是决定一个人做，然后营业时间就这么短，那店面经营起来那就是其次，因为我开这间店本来就是为了要当工作室，然后让我的居家生活不要那么紧张，对对对对，然后让做食物的地方更干净，嗯哼，对，哦，是等于是本来在家里的厨房真的确实也摆不下，或者说这个产能已经没有办法负荷了，到外面来做，第一可以把生活跟工作给抽离，不要说好像每天24小时又是生活又是工作，是，对不对？那另外，欸，也到外面，其实你是定位为工作室，可是晚上5点到7点、5点到8点是可以让过路客如果说有看到的话可以来这边购买。哦，对啊，嗯，对对，所以你说都是你一个人在负责，都是我一个人做所有的事，嗯，目前，啊，对，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全能，难道是所谓的这为母则强吗？就是真的，哎，当了妈妈之后，好像所有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伟大的女性哦。那，哎，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您真的还是算非常年轻的一个这个族群哦，嗯，那您自己在这创业，这算是你第一次创业，到现在三年的时间，应该也可以讲是说它是一个创业成功的案例啦，嗯，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您刚刚也一直提到是说，不管是人事成本、经营成本、水电成本，这是刚开始是没有去思考到的。是，那你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什么样？哎，你现在觉得是得到一些教训也好啦，或者说哎有哪些启发是也可以给我们年轻的朋友想创业的话的一些参考？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定位，uh-huh. 就是你要你的公司走向怎么样的，嗯，因为会有很多人给你很多的意见，但是他们并不是你当事人，对，不会了解你需要什么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对你自己的定位，你公司的定位需要非常坚定，对，然后应该也会有人问你说啊，要不要顺便卖吃的，嗯，卖喝的啊，除了乳酪蛋糕要不要卖其他咖啡啊什么的，对，但会不会这样子反而你自己听起来会觉得说到最后会打乱了你的经营步骤？我个人非常的坚持，嗯，就是我你不要来跟我讲这些就是也很多人跟我说那你就只卖乳酪蛋糕，嗯，别人要怎么选，嗯，就是会想要买譬如说面包然后顺便带一个蛋糕，我就觉得说其实你把一样东西做好，嗯，你再推别的东西相对来讲会更简单，嗯，那你把一样东西做好，那消费者来你这边买这一样东西它是好吃的，其实我觉得就够了，对对，乳肉饭店那它就是乳肉饭好吃，嗯，它就可能只卖乳肉饭啊肉羹汤两样，嗯，那也是
买了传承了百年这样子。是，我是这样子想啦。嗯，对，确实，因为这样子也会有一个比较标准的定位，那还有备料跟这个进货成本也就可以相对大幅的降低嘛，不用说什么产品都要备一点，到最后什么都做的没有那么的突出，反而这比较不一定那么的好。对对对，嗯，就是这是一点嘛。嗯，再来就是停损点。哦，对，我觉得因为你要做这样的东西，那你其实你也必须知道你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嗯，对，我觉得年轻人你是可以去拼一拼，但是我觉得拼到你觉得够了，你没有办法去承受它，就是后就是那个失败之后的带来的条件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就你可以转换跑道。嗯，对，因为其实我也还看过蛮多人，就是你要去坚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自己没有心态也没有调整好，对，所以就会变成是说你也不知道到底未来或是继续走下去的方向是什么。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创业你其实一开始要先想好这些东西。嗯哼，就是坚定嘛，如果你不坚定的话，你就会就是被其他人影响。嗯，是。那抱歉，因为知道说林小姐她您先生也是在外面有一个正职工作嘛，嗯，那当初没有想说你现在变得是自己也比较忙，那还有三位小朋友要照顾，那先生他自己的正职工作当然也是发展很好，但没有好像有一些创业的夫妻档是共同会一起做，那你们现在是共同各自做各自的这个事业来讲，你觉得这样子对于你们沟通上来说会不会有什么帮助或是好或不好的地方？好或不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现我因为我一开始是做广告嘛，他也是做广告，所以其实我能理解他的工作。嗯，所以我能体谅他会这么忙。对，然后他也就是对我也是完全信任，譬如说家事啊，我可能今天很忙我就没办法洗衣服了，嗯，他也都不会再念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处理的还蛮好的。对，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对于我来讲创业这条路我觉得其实很不可思议，嗯，我虽然看起来很乐观怎么样，可是我自己了解我的个性其实是悲观的，虽然你看起来非常亲切，所以这个阿花这个绰号。对对，所以其实我不跨出那一步对我来讲很难，嗯，然后那但是他就是一个真的真正乐观的人，所以自己在后面推我。嗯，对，然后像他也是很鼓励你来做这件事情。对，然后遇到很多事情跟他讲，他就觉得没什么，你处理完就好了。嗯，对，那我现在就会觉得说没什么，那处理完就好了，然后宅配没有寄到，那就是想办法就是赶快联络司机啊干嘛追货的，然后譬如说原物料司机没有带到原物料，那就是赶快联络业务，或者是赶快请那个我先生去帮忙去哪一个地方调一点，就是这样，嗯，就是处理完就好了，所以我们其实有一点互补啦。嗯，对， OK， 哇，听起来是真的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很羡慕我有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跟这样的一个互相互补的模式，其实对于这些很多现在的这个爸爸妈妈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您自己本身是淡水人，但是现在住在是淡水新市镇这边嘛，您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开录之前也有聊一下，就是说哎，新市镇从刚开始住的时候是几乎没有什么吃的喝的的生活技能比较不好，對對對。那到现在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在淡水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我小时候就住淡水嘛，嗯，那我搬回来的时候我是住在湾顶。哦，是，其实因为很早期的客人都会知道我就是在楼下面交，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住在哪里。嗯，对，因为我在楼上，那时候我住在那边其实我是最后面的一栋，嗯，最后面，然后现在是算蛋黄区了嘛。嗯，对，然后现在就是这大概七八年来看它的发展，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对，然后轻轨也要通了嘛，嗯，然后吃的东西也越多，然后越来越密集，嗯，觉得都还不错。对，感觉起来真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是说像我们这个希望好所在，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行列，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淡水这个地区好像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哦，就是进来之后会黏啊，这个土地是会黏人，就会把人黏住这样子。好，那再回过头来我们花妈妈的烘焙坊，所以您自己
的这个特殊产品，就是到现在都是维持乳酪蛋糕。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会摆摊，嗯哼，就是市集，市集，对，因为我们做广告，其实就是同学或者是一些亲朋好友，他们就会办这些活动，嗯哼，有时候就会找我去参加，然后我们市集就会做那个棒蛋糕，就是常温蛋糕， uh-huh. 就是像就是小包装，让人家就是可以拿着吃。嗯、uh-huh. ，对，就是这个就是摆摊才会有，那会有特定的客人，在我知道我要摆摊的时候，先预定这个东西。嗯、uh-huh. ，对，那平常就没有了，平常就是都注重在乳酪蛋糕。是，哎、嗯欸，有跟其他家的乳酪蛋糕来比较看看到底，因为当然我们这节目也没有办法说是这个是，即使是试吃也没办法形容的口感。可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自己的乳酪蛋糕跟其他的一般市售的乳酪蛋糕，它的特点或者说我们比较胜出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饼干底。嗯哼。我们的饼干底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就是用全麦的饼干自己去打碎、嗯、然后磨成粉，然后再加上奶油定型。我觉得这个饼干底的口味跟一般，因为其实一般用的口味就是比较看得到的，就是口福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油味比较重。嗯，那我的饼干底就是麦香。嗯哼，对，就是全麦的嘛，我觉得这个就用料不同，对对对，所以说你那成本啊跟到时候表现的口感也就大不相同。对，对我来讲饼干底吃乳酪蛋糕饼干底很重要，所以其实我还蛮重这一块的、嗯、对，然后中间啊厂商有提供我一个十分之一的价格的饼干粉、嗯、那我也不用自己去打碎，也不用自己去磨，然后也价格也只有十分之一，但是因为它磨碎了我也看不懂它里面是什么东西、oh. 对，那口感当然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去用、mm-hmm. 对，我觉得饼干底，对 对, 對，是我们店里面比较特别的啦，特色。嗯 OK， 哇，所以真的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真的是蛮可以印证的这件事情。尤其是刚刚我们林小姐有特别提到是说这个饼干底是要自己去打碎，那跟厂商已经提供好的就是省了这一道工序，省了这道工法，但是你不用自己去打碎，可能你某种程度上你也不知道说它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对于食安品质很要求很严格的把关的这样的一个有良心的经营者，当然就还是会觉得是说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啦。是，对，就是在我能有能力范围选择的产品、嗯、我就是尽量选择好，那其他我看不到的其实我也很难去，对，我就是目前我看得到的我就是尽量做好。嗯，对，是。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近期或是中期的计划还想要陆陆续续做？因为知道说现在好像店实体店面现在正在做一个装修哦，是整修的部分，那接下来还有会用什么样的，比如说在开分店啦，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计划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吗？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我小孩朋友还非常的小、嗯、对，所以就是等到我能放手的阶段，就是不用下班去接他们啊什么，就是还有一段距离。嗯哼，所以目前就是都会以我现在把现在顾好、嗯、然后东西顾好，对，因为最重要我会在留在淡水工作，然后会开这间，也就是因为为了要照顾他们，然后没有跟先生一起做广告，所以如果我觉得我为了这份工作然后要去牺牲掉这么多小孩子，我觉得也不太值得。对、嗯、目前就是以现在这样的模式经营。嗯，是 OK， 所以真的能够以照顾小孩的一个心情为出发点，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照顾小孩的爱心，然后扩散到所有的这个消费者，让每一个消费者吃到的食物食材都是最健康天然而且是没有负担的食材，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花妈妈烘焙坊的林小姐林老板来的创店的一个初衷啦。那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当然在网络上面应该是非常火红的，你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做一个 Google 搜寻，相信应该都会找到你喜欢的资讯咯。 OK， 希望好所在，感谢林小姐过来，谢谢，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